这是我新研发的人工智能小助手，是他说的话，还整个我进屋成老太太，挺好，老头人事让你给说崩了，你说你这一天。那他也不能说我是不明生物啊，说我白，说我帅，我啥都能忍。你说这个的话我忍不了，我得揍他呀。你再给我说一句。检测到空气质量急剧下降，请主人及时开窗通风哟。哎呀，你快穿上吧，不知道的以为你拎罐臭豆腐来的呢。你这天，老杨，你给他按鼻子了？按什么鼻子？你要没事你赶紧走，我有事呢，你知道不？哎，这好玩啊。这个人工智能小助手啊，屋里的一切它都能监测到啊，你就别在这掺和了，你赶紧扶的。哎，你再控制控制我，我看看。你瞧你这个气儿灯，你说你这，行，小助手，关闭窗帘。好的。嗯。哎呀，哎，小助手，打开窗帘。好的。小助手在呢，把楼盖凿开。对不起，没有此功能。你干啥呀老宋头啊，啊，你上这来拆迁来了，凿什么房盖啊？倒是楼上不一直住一个单身老太太吗？我这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接触，给楼盖凿个让他掉下来，刮我抱住他。来个英雄救老太太。老宋啊，你说你这一天，你说冬天烧锅炉，夏天种点地，你没事啊多关心关心农业。小助手啊，在呢，你给他讲讲我们辽宁的数字农业，让他听听。好的。现在数字辽宁数字农业足不出户就能够创造财富，农庄全面数字化管理，整个农场智能小助手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，而且随时远程操控哟。妈呀，都是真实数据。那农场现在啥样了？正在汇报农场工作相关事宜，无人机已经完成撒药，鸡舍全部投放饲料，谷仓正在烘焙干燥，所有物品安全送到。妈呀，而且他说话一套一套。妈呀，可真厉害呀。我说你吧，你说你成天上我这纠缠我来，成天跟我探讨科研这些问题，你说你咋一点也不进步呢？怪你找不着老伴吗？啊，老杨，你不能这么看待问题。那我们要都那么努力，都像你这么样努力，这不都成你了，还能嫌你？那老杨业余时候他关心点啥呢？正在搜索主人关注词信息。你听听，美女机器人，大长腿老太太，哎，广场舞老太太，哎呀，不是，旗袍老太太，哎呀，各种老太太。说啥呢？这错乱了，你找我？这家伙，老太太开会了，各种老太太，大长腿老太太，长长腿老太太，还有旗袍老太太。那他在等谁呢？在等一个老太太。喂，不要，老杨，丢人不？